你对我似乎分外记仇。没有的事儿。当然，除了你，没什么人喜欢得罪我。胭脂雾呢？小烟嘛，小烟他很好啊。所以帝君，你现在这个姿态是要帮我呢，还是不帮我呀？我为什么要帮你出去？我帮了你啊，那在危机时刻我竟然帮了你一把，你也应该要帮我一把才对，这是道法正理。我没有办法帮你出去，纵使你有什么要紧之约，也只能等到12个时辰以后。小九，小九，人呢？哎，今夜若错过，再有时间也需是下月15，还有整整一个月呢。哎呀，原本是我拖小烟下水，现在找不到我这个正主，他肯定特别着急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担心胭脂雾的。我也是怕下月15再去到平波谷，他不愿意给我当帮手了，不是？不是，没有。哦，原来你约胭脂雾是要一同去到平婆谷。没有。我身为青丘帝姬，怎么会做此种偷盗之事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或许我真的听错了。哎呀，此时我有些头晕，你过来借我靠靠。帝君，或许靠着我不是很舒服，我给你编个靠枕试试。我似乎又记起来些什么，你方才说下个月15。啊，帝君，你这样躺着还舒服吗？或者是我躺下来给你靠着，是正着躺着让你靠着舒服，还是背着躺着让你靠着舒服呢？你是坐着还是躺着舒服些？若是躺着，不是我们两个都躺下了吗？坐着舒服。那就这么着吧。小九，小九，方才失血过多，我的手有些凉，你没什么旁的事，不介意帮我暖一暖？Thank you.
好冷啊。敢在禁闭妖邪的结界中直接睡去，你是开天辟地头一个。妖邪的浊息会将置身其间的人梦掩住，你这三万岁的年纪，连这些为神为仙的钥匙都记不住吗？真的病得不轻，已经开始说胡话了。娘亲，哭也没用，就算你再哭高三个调门也没用，我又不是你。乖一些。